你咳嗽了。模样很像孤独的星星，看起来很苦涩吧，这样吗？在远处凝视着你。吴胜男，那我才来就等你了，三缺一。由赵露思携手林雨申出演的都市爱情剧《我喜欢你》正在热播，古灵精怪的故事男意外结识霸道总裁陆晋，开启了冤家般的日程，感情也在同步升温。陆晋率先展开攻势，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，甜宠日常上线，众人合体外出，故事男和陆晋不便于约会，准备夜深人静偷偷见面，避免人多眼杂。夜晚，故事男溜出房间，向其他房间摸索，满怀期待的敲门，一面出现老旧的身影，画风突然就变了。两人官方告别后，故事男偶遇孟欣杰，场面异常尴尬，二人的心思都昭然若揭，还是互相掩饰一番。在表演结束后，奔向了真正的目的地，故事男和陆晋顺利会师，心里乐开了花，捧起脸就要亲吻，故事男就等你了，画风说变就变，差点现场直播，太尴尬。